精彩表演，这也是那个凯蒂第一次那个唱小猪的歌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一次跳小猪的歌。你平常听他的歌吗？没有。哦。哦，你平常都是听韩系的，哦、对, 对。那你平常喜欢小猪吗？喜欢。喜欢哈、哦，你觉得他舞跳的怎么样？还不错。还不错。这都不是我讲的哦，是你诱使他讲出来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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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错。然后其实凯蒂来这边久了，他也学了很多模仿哎。真的吗？是不是？好像妈妈他在练习的时候一直在模仿。真的假的？你会谁？你现在会谁？黄立行。怎么弄？怎么弄？黄立行怎么弄？哦，晃。还有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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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会玲珑吗？会啊。来来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玲珑，玲珑的玲珑的龙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李四端，李四端，李四端，尖端、云端，乃至末梢神经的那一端，都由我来为您做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四端。哎呦，还有一个姐姐很想看啊，沈玉玲，沈玉玲会不会？会啊。沈玉玲呢？大家好。哦，我是沈玉玲哈、哦，我个人很喜欢这段表演哈、哦，嗯，哈哈哈哈哈，好可爱、哦！不要，凯蒂不要模仿沈玉玲，没有，他回来了，不可以，他是偶像，不行，对，很好，好不好？你要保持你的偶像形象。OK OK， 跟宝咖咖姐姐，你觉得宝咖姐姐漂亮吗？漂亮，漂亮哈、哦。那你跟她跳舞的时候，你觉得她跳的怎么样？很好，记忆力很快。我记忆力很快哦，宝咖咖。有没有受老师夸奖的？可是他在练习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讲的。他怎么说？就是都是逼他逼很久，说宝咖咖姐姐漂漂亮，还好。对呀、啊，没错。要求很高了。对，然后我说我等一下请你吃东西，好啦，漂亮。这叫做欲擒故纵吧，我想。那莎莎姐姐漂亮吗？